我们一起生的，可是我不知道红线要怎么解除。红线代表结缘，我们的缘又是从何处开始的呢？你是说七日之约？结缘之人代表定下契约，当初你没有带走，现在给你一个机会。 大大方方的撕毁它吧。把合同给我拿过来，我要亲自盖章。 脸红了吗？怎么这么可爱呀？我看见红线了。希望红线解除后，一切如初。 你说什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没事吧？有没有碰到哪儿？没事，我就是腿麻了。我说的是地毯，很贵的。哎，嗯，导弹，你刚才说谁漂亮？说你。 他又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你说我漂亮。”谁说你？哎，你嘴巴这么甜，要不我也奖励你一个小鱼干？君子不夺人所好，小鱼干我还是不跟班抢了，不如换个奖励，比如赏个约会。准奏，去忙看。嗯。